说一件事情，我是我，嗨大家，嗨浩一，有听到声音吗？对，我想说，不是说决定开，我跟你们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一直说的是，我是七点开播的，我提交的时间也是七点开播，对，这只是官方的那个宣布，有点对，所以呢，我是决定我要开了，我要开播嘞，跟你们说。因为那是我本来的直播时间，本来我都是写七点的。然后我刚想说，七点半，是我想了一想，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有写过七点半，然后我在想，不是啊，可是我之前教的一直是七点呢。然后我再看一看，哦，是七点，所以我就开了，对。礼拜四七点半，礼拜四七点半，礼拜一七点，对，是的，没关系啊，你们开通知好不好？你们开那个浪的通知，对，然后我开的时候你们都会看到，对，没错。嗨，小云，他的小云，对啊，都有开通知，很棒。为什么要七点开？其实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特别说为什么一定要七点，可是则习惯这个七点开播。然后其实我很想看体操比赛，对，我记得好像是今天的晚上七点是有体操比赛的，所以我很想看，所以一直在等比赛出来。是七点还是六点？可是好像是六点已经开始了。对，我再看一下时间啊，七点，晚上七点。所以我决定我要看体操直播。我真的是超级想看体操的，我从昨天到现在超级想看。然后昨天，这是有一件很笨的事情，我很想跟大家说。对，就是呢，为什么说笨呢？是因为Google 那个奥运的比赛时间，不是说奥运比赛时间，它 Google 上面显示的好像是那边的，就是那边的地方，就是日本的时间，对，好像是这样子。所以我昨天一直等，然后等超久，还是没有看到我想看的比赛。然后再想一想，那没关系，没有也没关系，没办法，那我也没看。对，然后到现在，我刚刚才发现原来是日本时间，我这刚刚才发现，超笨的。嗨，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对，我刚刚才发现，所以我真的是有点笨。嗨，风仔 ，Hello。唉，我想看的是体操比赛，对，所以我现在将会打开我的这个网络，然后我要看体操比赛，大家一起看，我们可以来一起看，我们来声音导航一波。对，为什么那么想看？是因为其实我从很久以前的那个奥运呢，就是家里也有转播那种，所以就会跟家人一起看体操比赛这样子。然后电视一直放，我就觉得很厉害，为什么人可以极限那么高，就是可以做到很多不一样的动作，高难度动作这样子，就觉得很厉害。然后对，就很喜欢看体操比赛，就这样，男的女的都喜欢。对，先念一下礼物，谢谢晴天的玫瑰，谢谢勇哥刚刚的告白气球，谢谢博弈的御饭团，还有桃瓦哥 ，Hello， 廖逸晨，谢谢解晨的告白气球，你来了，我还以为你比较忙，就是没有来这样。因为你有说过，对，好久不见，你回来了，赞！谢谢你哥的幸运四叶草，谢谢小叶的告白气球，谢谢 ，Hello，
谢谢尼哥的行李箱，谢谢尼哥的一封信，谢谢小叶给我气球，给我气球，枫叶，还有坤坤的御饭团，谢谢李乌诺的掌声鼓励，谢谢新的有三颗红色爱心的幸运薰叶草，还有风仔的御饭团，谢谢风仔的御饭团，谢谢武艺的给，对，谢谢武艺的幸运薰叶草 ，Hello 烟瓦 ，Hello， 谢谢疾风亮的御饭团，谢谢沙鲁的一封信。通常其实选手都蛮平易近人的，对，都很好，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参加剑戟比赛，可是不是今天打决赛那个，是另外一个。他以前也是在香港拍，他以前也是在香港拍电视剧的。他叫吴诺红，好像是这样念，我不知道怎么念，一个工字旁的，然后一个工字旁，然后这样子写，老王。他以前跟我，就是我们有一起演戏这样。也蛮好，就是好朋友这样子。然后他是港队，他去参加剑戟比赛，我就觉得哇，太猛了吧！就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对，我觉得很棒，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国际性的比赛，因为这种比赛就有点好像整个世界的人都融合在一起，就是。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可能想要自己的出生的地方光荣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哇很热血，超级热血。谢谢益生菌的御饭团。对，所以这有点是，对，这种国际性比赛像世界杯还有奥运啊，什么，还有什么国际性比赛？其实电竞比赛也有国际性的比赛的吧？对，所以就有点很热血，很那个火，那个火很猛，超猛，就很喜欢这种感觉。说我早开的人，你们刚刚比较早来的人有听过我说的解释好不好？谢谢吉米周的掌声鼓励。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头晕，对，我的头晕是我觉得可能是打游戏打太久，对，就有点影响，所以就走路的时候有点晕，坐的时候像现在也好像飘在海上面的感觉，就是有点晕，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现在，然后我觉得我这样子，我这个状态，我还有点那种。明明有开冷气，可是又飙汗的那种感觉。这我也有想过会不会是贫血，可是我有吃东西，对，空气不循环，我也有想过，对，我有想过，没有乱挖耳朵，没有。我现在坐在这里，感觉好像漂浮在一个海。面想念，对，三 D 云，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可是最近打手游，你们知道那武侠的游戏就有点玩太多，对吧？可能是因为很多账号就是一直开不一样的门派，然后一直玩，所以有点晕。但我习惯打游戏，应该不会三 D 云，不会 3D 云，不会，所以有点就是很奇怪，就是我刚。就是像我下去买东西吃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就是一下去就哇好像快晕的感觉。高大的 AK 陈银条仔 Lens 银条仔没有睡饱，我睡不饱，这么说不管我十二点睡，不管我早上五点睡四点睡，不管我几点睡也好，我八点前就会起床了，然后起床了之后睡不着。然后我也有试过
比如说睡前吃过敏药，就是会想睡觉嘛。而且其实加上我有一点点过敏状况，所以我都有吃过敏药。然后我也是睡没有很久也起床了，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对，有点有点莫名其妙。而且你知道吗？最近不是解封吗？就是降级，对不起。好像在讲脏话一样，可是不是脏话。我刚刚说的降级的降，广东话是公级，对，降级这样子，所以有点对不起，混淆了，对，混淆了，所以就有点，对啊，明天才降级，可是就是很多东西都要重回正轨上面，对，所以就有点，哦，我要怎么办？对，其实有点很怕自己状态会不会跟不上这个比较好的状况，哦，你们懂吗？所以就一直很有点担心这状况，对，希望是 OK， 希望是没事的，对，希望是可以跟得上就好了。你们开始来刷我的罐头，是不是上一次没有来看我直播，所以现在来开刷我的罐头语。行啦，刷。对，很想看体操耶，可是好像都没有体操的转播，除了电视以外，对不对？我不知道电视有没有，可能这边没有很流行看体操吧。谢谢北极熊的枫叶，还有刘建国的御饭团。谢谢米卡，北极熊的行李箱。对，这有点。谢谢浩一的玫瑰，我现在其实也有点晕，所以我就冷静一点的在直播，好不好？今天冷静一点。我是这两天都已经一直晕，不知道晕什么，到底是？我看一下，奥运第一、第二、第三没有，第四台有吗？我看一下，等一下，第四也没有，第五也没有，第六台吗？不是，今天有滑板比赛，我知道，哈米台的首页，对啊，我也是在看哈米台耶，我也是哈米台耶，我来看一下啊，有了，是现在在广告是吗？对不对？在广告对不对？他说要登入，我懒得登入，好，我登入一下，我想看，所以我先登入，是吗？是这样子吗？是不是要登入？不用哦，这我真的很喜欢看体操比赛，我是7:30，你们的那个谁，我不知道，我不想说了。哎，
两个是今天有那个体操比赛，对，我没有想过。现在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吗？还是就是，对不对？我是跟大家同步的吧？谢谢三的告白气球。I cable。真的有吗？那我要开 VPN 才可以看到我开 VPN 会很卡，就是网络会很卡，这样子会有点慢。谢谢红藤的玫瑰。How me TV， 我觉得其实我应该开窗户。对，我一直因为开冷气真的还蛮缺氧的。我开一下窗户，就有点，等我一下，可是会比较大声一点。对。声音可能会大声一点，好紧张。而且今天的男子竞技体操是那个决赛，所以我真的很想看，真的很想很想看。你知道我期待多久了吗？期待四年呢、欸，自己说。看一下有没有。有了，那我可以一边看，这个奥运，然后跟大家一边聊。可是我会比较慢一点，对。我还买了很久没有喝的手摇饮料，就是为了这个，对。无糖去冰，现在是哪一队？现在是，好久没喝，你看。谢谢落日一笑笑的预饭团。OK， 五年，五年，期待五年。OK， 谢谢震撼的魔法棒，谢谢 Ricky 的掌声鼓励三个。你们可以去看那个 HAMI video， 而且现在有很多那个技术，你知道吗？有那种回放的，然后三百六十五度是怎样？360度在那边转。而且其实我觉得太久没有跟别人讲话，没有讲中文，我会就是会让我有点就是那种恐惧，你懂吗？所以我希望。如果看到成员的话，我们可以慢慢讲话，对，我们可以慢慢的跟大家聊天，因为我会有一点点，就太久没有跟大家讲话，就有点恐惧，社交恐惧，对。对，我知道有些可以连 VR， 可是那种我现在已经有点晕。对。我 Ricky 我想台宣家郎有一球，对，8:30，我有注意，对，我有留意，我想看，对。不会，我觉得大家见到面不会发疯，大家只会。从这个跟大家很熟悉，然后现在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那种社交恐惧，对。
就是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我会想着，不要跟我讲话，不要跟我讲话，千万不要跟我讲话。你好也不用说，我们就默默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不要跟我讲话。我应该是这样，我应该会这样子。对，好紧张，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些运动员，他们一定很。就是跑的那，现在是跳嘛，然后他们的跑的那个过程，一定就是跑之前会很，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你的脑袋不能去想你等一下要做什么动作，你要很专注的想着，我现在现在这个当下就享受这个时间，然后做好自己的事就好。就不能一直在想着我要做这个动作，不然是你一直想你要做这个动作，你就会反而会变得更不好，对，会有点对。空中转体，我觉得很猛，就可以站得很稳，我觉得很厉害。站稳真的很难耶，谢谢小光的告白气球，谢谢小叶的枫叶跟班长的玫瑰，还有小光的告白气球，刚好像有讲对不对？好像有讲，好像讲。谢谢玉安的玫瑰，还有小叶的枫叶。Joe 的带你去冒险，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飞马？谢谢 Joe 的带你去冒险。我现在头看起来很大。又话张家老爷今排会攞一万蚊买特币阿手券，边个讲？边个讲？谢谢风仔的魔法棒。等我一下，我刚发现我好像那个那个。罐头鱼，对，有点打错。对，我先看一下，有，我忘记怎么设定。看到。好。好，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呢，我现在完完全全感觉到，就是我现在的表情没有，有一点皮笑肉不笑。我想要跟大家讲这个，因为我不想让大家那个看到我好像有点就是不想笑，可是看起来就硬要笑的感觉，是因为对我现在真的很晕，可是我一定要笑，所以我现在就要这样子。对，就是有点，就是，对，我不是想说我怎么撑，怎么硬撑什么的，我就只是想说，如果你们感觉到我现在的表情跟我那个感受对不上，就有点很抱歉，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有点晕，然后我不知道要如何去，就是我要直播。然后我想要让大家看我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可是我又很怕大家感觉到我不是真的很开心的样子，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就对我可是我必须要笑，所以我想要跟大家，我先跟大家说，如果你们感觉到你看到我现在的表情跟我的好像跟我的感受有点对不上的话，我就想要先跟大家讲一声抱歉，因为我真的是有点要笑，对，真的没办法控制。对，我会早点休息，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到
很硬撑，对，我就有撑，可是没有到硬撑，对，所以大家放心 ，OK， 大家可以放心，我还是可以一边看奥运，跟大家一边聊天，对。然后我真是很喜欢看比赛，你知道吗？我觉得奥运是其实整个气氛就跟世界杯一样，可是世界杯的气氛更浓烈一点，是因为它只是一个足球一个比赛一个项目而已。可是奥运有很多，就滑板、跆拳道、羽毛球、排球、篮球、体操，什么划船、滑雪有吗？有吧，应该有吧。还有很多，好像没有武术。可是如果有武术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个蛮酷的东西，一个酷东西。然后还有的是，还有很多比赛。那再一个很大的比赛呢，里面很多项目，我就觉得很猛。对，滑雪要冬奥，好，谢谢依婷的一封信。要死了！体操里面又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跳马，有什么平衡木，有吊环，这很厉害，很多东西很赞。和阿曼打拳馆，我还冰果话游泳一皮，买阿手骨仔，多谢先，希望可以冠军，希望可以金牌。谢谢博城的碎碎冰。谢谢琪琪的枫叶。许留山芒果冰，香港已经没有许留山了，好像都没了。那是我的回忆耶，好像有吧，是吧？台北有吧？男生没有平衡啊？对，那不是平衡木，男生那个叫什么？那个马鞍，什么鞍？什么那个马？什么？就那个有两个东西在那边可以抓的那个叫什么？骑马放在上面的那个叫马鞍，那叫鞍马。OK， 谢谢大家，很棒，这很棒。哎，这没了！哎呦呦呦呦！耶！其实奥运我今年真的没怎么去关注，因为以前的话我看奥运是因为我一打开电视就有奥运，然后我就可以跟我哥哥一起看，对。可是现在我真的是好久没有打开过电视，除了我要打 Switch 以外，对，所以就这样，好久没有打开。谢谢博森的御饭团，谢谢 Andy 的带你去流浪。对啊，我家有电视，可是我不会开电视。对，谢谢 Andy 的告白气球。以前排球就是你每一次赢球
就是球场上就会很多观众耶，呜，拍手什么的。现在那个气氛比较没有吧，可是还是看比赛还是会有很那个很热血的感觉。可是现在其实网络上也很多免费的转播是是有允许转播的，可是对允许转播，对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是 Brian 的碎碎冰。以前有一个吊环王子还是什么的，是一个德国的选手，我很喜欢他，超级喜欢，超级无敌喜欢，那是我的男神，他是我的偶像。对，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对德国有德国的球队啊，或是很多的运动员特别喜欢。对，就很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就是什么妃子粉嘛，是吗？防滑，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就是就拍着手上的，然后很多很多白色的粉在那边飞起来，好好玩。哇！斯科拉可以知道我讲哪一个？你可以查那个他的名字，听吗？那是什么吊环？然后不知道怎么，对，它是主要是吊环的，好像是。还有那个什么自由体操还是什么的，那叫什么？就是在一个很平的地方，一个方形的地方，都在那边跳来跳去，翻来翻去，女生的特别好看，对。我就是一直很想在这种比赛里面看到香港队出现之类的，对，感觉很难呢，就没什么时间可以去练这种吧。如果是香港人的话，我查一下刚刚那个 Super Lucky。没错，你就是他。都爽。谢谢科科小王子说昨天办好会员，赞。自由体操，对，自由体操，给你们看我的男神。但是，我真的超级喜欢。有吗？这可能看不到。可是一看样子你们都知道他是谁的。谢谢科科小王子小推我。我不知道他几岁，看一下哦。今年也不一定有参加吧。可是外国人的通常他们肌肉比较强壮比较多一点，所以就好像就是奥运很多的项目对他们就比较有利，他们嘛，是这样子说吗？他33岁，对，33岁。对，他跟 Marco Ross 很像，没错。女生喜欢看你说你喜欢那个韵律体操，那个好像叫艺术体操，对，我小时候有学。谢谢金佑的玉饭团，我小时候筋很软，跟你们说超软，我小时候
脚可以就是可以那个就是可以这样劈腿，就是直的横的也可以。可是现在在九十度我就觉得很痛，所以我现在是没办法，我这是不行。我以前有学那个叫做艺术体操的东西，然后是有球的，然后有那个彩带，还有绳子。你们知道绳子吗？就是那个绳，我的是彩色的，对。然后很可爱，很超可爱哦！小时候穿那个艺术体操的那个衣服，对。小时候有学，现在已经不能没办法劈那么低，你知道吗？以前是这样子，现在是九十度也很痛哦。我还会拉伤，我还会因为拉这个而拉伤我的腿。现在的话，所以。我拒绝拉筋。很好玩的。他今年有参加奥运吗？好像已经，我看一下，这是我刚刚说的德国队的那个。他有提交双杠项目的新动作，并在男子团体赛中完成动作。然后他有命名为自己，就是用自己的名字去命名，哎，超猛的。好像没有参加比赛了吧？他好像165哎，他165是吗？他写他对他165公分，他跟我差不多高哎，人身差不多高，人身身高人身是怎样？然后那个想说，我知道最近有一个选手有爆红，对 ，Mira 今个礼拜唔系出咗，上个礼拜今个礼拜唔系出咗 Eden 身高咩？对，我刚才说什么？等一下，是因为大概2018年的时候，我养了一只乌龟，然后那只乌龟叫膝盖，然后我那时候想不到粉丝名字，然后想一下，好，那就叫膝盖帮吧，就是为了乌龟而生的一个粉丝团，对。就是这样，对。然后现在有分，就是通常因为香港，我有分香港跟台湾的粉丝，就不同的名字。就是台湾的粉丝就叫做膝盖帮 tour， 然后香港粉丝我会叫做爱迪生 Edison， 因为爱迪生是那个发明电灯的人的名字，然后他刚好名字叫爱迪生，然后就那我叫小迪，然后显迪奇迪这样，那他们就叫做爱迪生爸这样。对，就是这样。对，我刚刚是想说，奥运有几个选手爆红之类的。滑板王子有没有？我随便加一个王子给他们，像那个体操王子一样。对，对，有日本选手啊，还有跆拳道的，对，我也知道。可是因为我还是。奥运的话，我觉得还是体操比较吸引我去看。对，现在几点？等一下8:30的时候，我要去看剑击比赛。韩国足球队今年的那个
奥运的足球比赛，有一个很帅的韩国的足球员，对。可是当然，我觉得足球的东西还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去看自己的爱队，还有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觉得不多不少女生看足球，还是会看一下，可能就是就像男生一定会看美女一样，女生也一定会看就是好看的男生，所以就是也女生去看足球比赛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是看帅哥这样子，没错，虽然是这样子，可是觉得实力也很重要。对，虽然我喜欢 Marco Rose， OK， 我就自己打脸自己，很棒， yes， 自己打脸自己，可是你知道 Marco Rose 就是一个蛮有实力的足球员，除了他很常受伤以外，他很常受伤，就我就很难过，很我每次想到因为2014年世界杯，然后他就受伤了，就无缘这个世界杯的那种什么32强啊、16强啊、8强啊、4强啊、决赛都无缘参加这种比赛，我就有点超难过，就像显灵星没法参加那个一丹的勇往直前 MV 一样的可惜，就是。跟我就觉得我是超难过的，就是就有一点哦 Marco Rice 的感觉，就是也是我跟 Marco Rice 的感觉超像的，对，就是这样，大家应该懂。所以我觉得自己喜欢的球员，自己喜欢的偶像，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跟自己有相似的地方吧。所以我真的没办法忘记我没有拍勇往直前 MV 的这个遗憾，这真的是一个遗憾。嗨，大家好。就是心底里那一根刺，这是什么？谢谢礼貌头的超人宝宝。谢谢礼貌头，我也有自己的一单生写真啊，对，我也有啦，可是还是没办法去弥补那个遗憾，对，没关系，忘记那一句话叫什么？我查一下那个字叫什么？那个，等一下，有一句话是形容，其实有关于梦想的一个东西。对，你们有梦想吗？你们有吗？在座各位已经出社会工作的人，如果有梦想。有曾经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赶快去做。对，我说真的，因为我真的很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尝试。有句话叫做寻求无悔，生活路漫长也静候，这是一个歌词，这是一个对，有人就是 Mira 的成员，就是在那个在讲自己的新的感受的时候有用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是一个歌词，对，是歌词，很棒。还 Elton， yeah， Elton， 没错。有一些人梦想想要脚踏实地的去一步一步拼上去，有一些人梦想可能想要当什么，当一些什么东西，有一些人梦想可能是想要在自己这辈子里面做一些什么东西，会觉得赶快去做，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赶快去跟你们的家人说我爱你们这样子，赶快去帮显灵星投票，还有赶快就是来这个宣传一下显灵星这个人之类的，针对
就是要对把握时间 ，OK。我支持狸猫头开店，因为我觉得狸猫头很美国大男孩，然后就觉得你做的吃的东西，就是你做的食物，或者是你设计的一些食物里面，一定很有美国风的感觉，就很棒。然后你还可以，主要就是如果你是卖汉堡的话，那你再加一点点，就是可能有几个款式是有点那个台湾风味的。那种比如说卤肉汉堡那种，我觉得蛮猛的，很猛。大家千万同雷蒙神一样，但史迪奇汉堡，蓝色汉堡，发明新口味，对，没错，感觉是有一点 fusion。卤肉汉堡，我不知道，我就是刚刚随便讲一个卤肉汉堡。卤肉本来就很好吃啊，可是要配一个什么酱，这、就是一个要去思考的东西，对，要思考。圆滚滚的枫叶，还有那种卤肉起司汉堡，这是可能，或者是起司腿裤汉堡之类的，打折。卤肉好吃啊，卤肉饭好吃，可是我喜欢吃的是那种猪脚，卤猪脚的那种，这种很 Q 的猪皮，超好吃。香港运动强项是什么？剑击。其实港队哦，因为怎么说，在香港，如果你当运动员是很难去维持你的生活，对，所以其实对比其他国家的训练，香港的训练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对，没错。所以呢，如果说强项，我觉得有点可能要看个人，对，看每个人的强项。男生啊，如果就是像体操运动员，就刚刚我看到这个的日本的选手，然后他就是他做好了自己的落地动作之后，他有 yes 这样子，我就觉得男生做这种动作很可爱，超级可爱的，就有点哇，超可爱的，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这个你不知道为什么很可爱，对，就是你看到这种动作，女生就会他在干嘛？他在干嘛？笑出来，可是好可爱哦，就是女生就会这样子。对，我是这样子，对，我是女生 ，OK， 对，确定我是女生，对，没错，对，确定。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王金宝先生，还有李蔚珊小姐，他们就是奥运的得奖选手，就很猛。对，中小看起来足球很强。sorry， 滑浪风帆，我刚讲错了，李蔚珊是李珊，对不起。
谢谢谢谢 Sparky。李卫师是单车，这是脚踏车，这脚踏车这单车，对，对。太久没有讲中文，我真的是太久没有讲中文，我最近一直在讲广东话，有点缓不过来。谢谢卓一帆的预饭团，然后。你们有什么比较就是强项一点的，就是厉害一点的项目，运动项目吗？高尔夫是比较 rich 的人的消闲娱乐，对，我们大家都这样子说，对，看起来就很高级。谢谢小新的爱的小熊。谢谢小新的御饭团。小新，谢谢。谢谢后宽的御饭团四个。网球是吗？网球好像也是，可是网球的话，平常人也可以去打的。马的话，你比较难去找一匹马去骑。高尔夫的话，你比较难去找一块那么大的地让你去打。谢谢颁奖的文手礼。小时候我家人也会带我跟我哥哥去打高尔夫的。篮球跟足球蛮，就是你有球就可以去打去踢，对。排球的话，你要去找人，然后那个球也有一些就是要求这样子。秀子跟我们说，以前高中时候有一什么网球学会，然后他们直接在那个。我们有就是一个篮球墙在这里，然后他们直接架一个网球网在中间，所以篮球墙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在这边架了一个网球网，然后在这边打，是超猛的。可是那时候当然是没有篮球学会，也没有篮球训练才这样子架，对。狗狗抱抱，狗狗抱抱，谢谢 Andy 的狗狗抱抱。混合球墙，因为香港的学校比较小，不是每一家学校都会，不是基本上是很少，就可能只有两三间是有运动墙，运动墙就是那种400米一个圈的那个，是基本上是没有，或者是两三间有这样。谢谢小薰的紫服的守护灵。很珍贵，没错。还有一些台湾学校有游泳池，我超羡慕的游泳池哎，多好！对，多好！地真是蛮珍贵的。侯爷 ，nice。上游泳课会不会很麻烦吗？应该会吧。有一些小学就是国小一定要上，游泳课这样。
谢 KK 的偷偷喜欢你。我咪就系得一票，嚟唔到。是不是游泳池都要自己刷的那种？我看那个什么《我的少女时代》，好像要自己刷游泳池，还是是吧？是吗？还是我记错？可能记错。水母漂就是躺在水面。我觉得男生可以劈腿真的是很猛哎，痛死了。现在是自由体操时间，这应该是这是什么队？看一下什么队。英国。而且他们做的动作都很干净哎。你们学校男生很喜欢女生，都不怎么喜欢男生，都期待看泳衣。怎么等一下，我们学校男生很喜欢女生，都不怎么喜欢男生，都期待看泳衣。什么东西？我知道女生一定会，对啊，一定会说啊，今天不太方便，不能游泳，然后全班女生都不能去游泳，因为可以看 Yes， 是可以看杂志吗？8:10。8:10，可以在哪里会有转播？我想看。喜欢看女生穿泳衣。哎，跟大家说一个很探讨一个问题，探讨一个很我是很想要很认真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系啊，要睇决赛啦，唔知边有得睇手底咗添冇？我阵间会搵到 link 去睇嘅咧。耶！但我只想说，跟大家探讨一个东西，就是很艺术的东西，大家不要吓到，也不要觉得。不要觉得怎么样，这是一个很艺术，一个两性关系 ，OK？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来探讨，我们一定会找到。就是我找不到，在座各位也会帮我找，耶、yeah, ！我知道，我都知道。你们谈网页敌大师 ，OK？ 没有梳子不见，等一下 ，Yes， 在这，在这，在这，在这。然后在座各位都会帮我找连接 ，OK？ 好，艺术性探讨，艺术性。狄大师来讲艺术性的东西，对不起，是这样，这样子拿，好像是这样子拿，对，是吧？对吧？反作用力，你们知道反作用力是什么吗？我刚发文的时候，其实我打了很多烂 hashtag。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好了，没那么晕，我现在的状态回来了。我想跟大家先讲，
我刚刚的那个 Instagram 的那个文章，我那个文章呢，其实我打很多 hashtag， 只是我打 hashtag 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师？然后我就打了反作用力大师，然后再 hashtag，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打了 hashtag 反作用力大师，反正就 hashtag 了，就这样，就打了很多很废的 hashtag， 可能比较早的人会看到，可是我现在已经改掉了，对，我已经改掉了，现在已经。没事，对 ，OK。台香港网站系要 VPN， 即如果你要睇转播嗰啲睇 view 啊嗰啲啊，要用 VPN。好，跟大家讲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我需要跟大家探讨的东西。我刚刚不是就讲到这个泳衣的部分，游泳池什么泳衣的部分，我们讲到泳衣，对不对？大家对这个问题都非常的这个兴奋，非常兴奋。可是跟你们说，我要跟大家探讨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不是，我先不要说个人觉得，就是我先问一下男生哈，问一下男生，男生不是说什么喜欢看游泳课的时候女生穿泳衣吗？可是我觉得泳衣跟不穿衣服，我觉得泳衣是比较好看的，对，就是虽然就是。这是一个很艺术性的东西，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穿衣服比不穿衣服好看。对，反正就是穿衣服会比较有一点神秘感，对不对？所以就觉得有神秘感的感觉，就是感觉大家会比较喜欢，对不对？我自己是个人是觉得，就是穿泳衣比较有神秘感，就是不是说要穿很露啊，就是你要穿那种普通的比基尼什么也好，就是。死裤水也好，什么都好，反正就是很普通、很正常的泳衣，我觉得这种比裸体好看，对，真的，就看每个人的，想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哦，看设计，很难的问题，我觉得是有穿才哦。是看人，我自己是觉得，有穿东西比不穿东西比较，有那个神秘感，而且有神秘感的东西，大家才会比较像，就比较吸引大家，就是想知道，哎，就是这种神秘感，你懂吗？你懂吗？因人而异。对，对不对？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等一下哦，看一下。哦，就是我觉得，对，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有穿。比较喜欢有穿的，对，其实新化，我也觉得，我没有觉得，我一直都觉得女生的裸体没有很好看，就是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就觉得女生反而有穿比较好看，对，就是穿泳衣什么的。我觉得是艺术的一部分啊，我觉得是没问题。对对对，像有些艺术作品，对，就很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李猫头讲的那个比喻也很好，就是香蕉跟剥掉香蕉皮的香蕉，就是对，我觉得对。有衣服比较有点缀的效果，我觉得。对啊，是艺术。对，就是一个，这个很难，各有各好，可是大部分都会选有穿法。对，好，探讨结束。
也对，哎，北极星你说的也对，就像戴口罩比较好看一样。对，就是有口罩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到底他就是把口罩拿下来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就会很想要知道。可是如果你不戴口罩的时候，你不是这个人，这个人不是你喜欢的那种脸的型的话，你就可能会然后就没有再看了。可是如果他戴口罩的话，你就会很想知道他到底把口罩拿下来之后是什么样子呢？这样。衣服真的是一个点缀，一个很加分的东西，我觉得。对，其实背影最好看，我也觉得背影很好看，没错。先探讨完这个问题，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可是我这突然想到这个，就想讲这个了。这只是一个很艺术性，就是大家的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对。所以就是跟我预想中的一样，就有点还蛮类似的，对。我是很怕会有人误会，就是我可能讲一些奇怪的话题，可是不是，这只是一个很讨论的东西，就是想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东西。没有，没有遇过这种问题，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对不对？我也没有想过这种问题，是突然大家讲起泳衣，我就哎，那跟就是问问大家这个你们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就好了。好，现在我要去找那个剑戟比赛看。OK。谢谢浩一的掌声鼓励，还有会香的玫瑰。阿哲说有被问过，我觉得男生都已经有聊过这个吧，只是我觉得女生不太会，就是特别去讲，特别去问这个。可是你知道，我不是一般的女生，跟你们说，显示器是特别的女生。哎，哈哈，耶，最爽！谢谢苏世宏的御饭团。对，我是一个很大胆的人。我查一下有没有网站可以看比赛，可是我看我会把这个比赛就有一点，那么当场会灯掉，就是那个电灯的灯 ，OK， 电灯的灯，我真的很怕会把这个比赛就有一点，对，有点不好意思去看，对，剑戟比赛。YouTube 有 ，YouTube， 有人说 YouTube 有哎、欸，我去看看，怎么会有 ？YouTube 会有哦，等我一下呢。我就说嘛，一定会有人给我传链接，或者是告诉我哪里可以看的。对，我找一下。Hello， 凡。睇体育嘅意思系，你话睇波定系睇咩？Olympic， 谢谢姐
白泉的御饭团，还有红藤的御饭团。我觉得因为我的地区不是香港的关系，所以我现在没办法一搜寻就搜寻到大家在看的那个网址。因为要一起台播，爱人问我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去看足球比赛？我先喝一口水，等一下。我会看足球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热情很感染到我，就是我看到比赛就觉得哇，这让我心里就有一团火，就是哇耶那个感觉，你懂吗？就是像，对，就是像你们看公演一样，就是哇好热血，好青春，很活力这样子，就对，这很影响到我，然后里面的气氛很棒，我是很喜欢。有点不太好，等一下。对，要开 VPN， 等一下。哇哇。看个人吧，就是个人感觉，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就是看每个人对足球的那个磁场有没有对得上吧。对，就像我就是可能啊、哦、很觉得很热情，我很喜欢，对，有些人就哦没感觉，那都没感觉，对，也对，真的是看人，对，就是反正自己舒服就好，就是你喜欢看什么就去看，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对，不用去想就是别人怎么想，对，对，没错，就是这样。他不允许在我的地区播放，对，我喉咙不知道怎么了，我要疯掉，我这几天声音也是这样子，超奇怪，应该是那个就是睡觉问题，对，如果有睡好一点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睡觉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不是问题，不能睡觉才是一个问题，对，就像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是没有钱这是一个问题，都是这样子，这是一个道理，同样道理 ，OK？ 对，本质是很像，班长你说的没错，本质是很像，感染力很重要，对，感染力，对。所以为什么你们看 Unidaisy 开的那么投入呢？就是因为 Unidaisy 的感染力超级无敌厉害的，对不对？请同意，请同意，谢谢大家，逻辑大师。显得你脑袋转得那么快，可是很多话都是有点屁屁的感觉。Yes， 对，有吧？谢谢浩一的掌声鼓励。对啊，这是感染力的部分，没错。可能大家有些人喜欢 AKB 的人，喜欢偶像的人，可能会觉得我讲话怎么这样子？谁谁讲话怎么那么不像偶像什么的？可是跟你们说，偶像也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有不同类型的偶像，就是没有那种很固定的，没有很固定
的感觉，对，没有固定的，你是怎么类什么类型的偶像，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大家可以放宽一下，对，没事没事，我朋友已经转发，他帮我直播给我看，对，他直播给我看，对，谢谢。所以现在我有关麦吗？我关掉。我要感谢我朋友，我朋友他知道我没有那个直播可以看，然后这是那个剑击比赛决赛的，对，所以他是转播给我看。好紧张！对，我的朋友是 DC 我，对，是 Discord 我，笑死！对 DC 对，就是有各类型的偶像，有哇，我外面车超大声，就是有有有趣的偶像，综艺的偶像，有传统比较黄道的偶像，也有一些比较现代型的偶像，现代型偶像，对，这是对，没错，大家可以，对，我知道可能就有一些喜欢 AKB 的人，不一定会接受像我这样子的人，在这个团体里面之类的。可是想说的是，对各类型的偶像，你喜欢就看，不喜欢就不看，对，就是这样子。我也没有说你不喜欢我，你一定要看我，一定要看我，赶快看我，赶快看我 ，look at me， 哎 ，look at me，look at me， 哎，这样子，对。什么之声？对，我都没，等一下，我真的很没有强迫大家一定要喜欢我，对，所以就你喜欢就看，不喜欢就不看，是这样。我觉得自己是哪一种？我觉得我是那种会出现在大家身边的那种，比较像同学，又有点同学，又有点朋友的感觉。可是是偶像，对。可是这样有好有坏，有好有不好。可是当然其实就是如果你当一个偶像，说实话就不能太讲自己的东西，可是我就太爱讲自己的东西，对，就比如说我很常会跟大家分享我跟我哥哥的相处的事情啊，还有我跟家人之间的有趣的事情啊，还有或者是跟朋友之间很有趣的，可能打游戏的时候遇到什么什么事情，也我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我也很喜欢分享我小时候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样比较暴露很多自己的东西在大家面前其实是有点危险，可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真的很爱讲话，大家 也好像蛮喜欢听，对，突然对，可是对就这样，有好有坏，有好有坏，可是就开心就好。对，人生嘛，人生，人生。我是很紧张哎，希望为了我的握手券，加朗加油，支持你。就算没有握手券，我也支持，因为是代表着自己出生的地方，对，就有点不要。不要急，不急不急 ，OK， 不急。搞到我哦，我讲，耶，大姐啊！还有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就是我昨天不是分享一个现实动态吗？然后现实动态那个女生她叫夫夫，对，她是一个我从很久以前就
很觉得他很厉害，我还蛮崇拜的，崇拜很崇拜他的一个我都很久以前有崇拜他，因为他 cosplay 很好看，很漂亮，而且他很这很漂亮，很偶像，他也很偶像，对，所以我就很喜欢他，然后很机缘巧合之下我就认识他了，就很开心。大家可以，对，可以，可以关注，是不是赢了？他们赢着啊，还没啊，等咩啊 ？Messi 没赢着？其实我觉得就像世界杯一样，你有赢一定有输，就是有点就是有点，你懂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感觉就是你很开心自己支持的人，自己支持的国家队赢了，可是你看到别人就是很难过，哭，坐在地上，躺在地上，就有点真的讲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我应该开心吗？这我应该替我支持人开心吗？就是，对，你懂吗？你懂这感觉就有点微妙，对，所以我该怎么办？就是我有点，我不知道，我突然说，对，突然对，比赛有输有赢，你知道吗？刚刚好像有在，好像一直在。好像在输的状态，然后我就很担心，我点开会不会有点就是雷到江家朗这样子，所以不敢看。然后现在好像看到他在欢呼的时候就，他赢了吗？他赢了吗？就问，他赢了吗？太猛！好像香港队好像很久没有拿过金牌，对，所以有点哇，真的吗？就觉得如果有人就是有观众的话，那感觉应该会更。你懂吗？对，很久，真的很久，哇哦！李立山之后就是他，哇哦！好赞哦！那赢了要赶快去吃寿司庆祝。不是颁奖，是颁奖，你懂吗？就是那个颁奖，就是哇，你是哇，贤妮奇好棒，哇，贤妮奇给你颁奖，就是这样这种颁奖，耶，这种颁奖是有这种吗？有吧？哎呀，有吧？会颁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我想要再看，可以吗？现在再看一下，就是先放着。对，电风扇，因为我怕我的手机会过热，所以其实就是要用东西吹一下我的手。
手机，这样比较不会过热。问一下会不会颁奖？我想看颁奖。哇！我现在有点开心，因为有人说，如果他赢了就是会花10000块，然后买小迪的握手券，然后发给别人。对，我知道只是开玩笑的，好不好？就是开玩笑，可是我听到还是蛮开心的，对，就觉得很开心。喂，颁奖！运动员自己领奖哦，自己领奖。没有，开玩笑的。是开玩笑，我觉得那个人是开玩笑，对，没关系。你刚才打球，其实我还蛮想要知道大家的感想，你懂吗？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感想吗？我很想知道，很想知道，我很想大家跟我分享。对，嗯，我知道大家都很努力帮我拉票，可是我有点很抱歉，就是好像如果真的赢了眼，好像对有点不知道，就有点不好意思去。我想蛮想收回下一次说的想要提议，可是我真的蛮想要提，所以我真的不想收，可是就很不好意思，你懂吗？很矛盾，你懂吗？很矛盾。我刚真的很吓死，等我一下哦。我这也被搞混了。良心，我觉得良心竞争是好事，这是良性竞争，就像总选一样。总选举一样吧，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我必须要去讲的一个事情是，我觉得我是会比较吃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之前也讲过，喜欢 AKB 的粉丝知道我们的可能我们卖生险的模式，我们投票的模式，嗯，就是喜欢 AKB 的人都会知道。然后他就比较愿意去投钱，可是通常我自己是觉得本来没有喜欢 AKB 的人都会就是比较容易被我就是吸进这个
团体的圈子里面，然后他们不知道这个团体的一些经营模式，不知道生写真怎么卖，不知道投票怎么投，也不知道有会员的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就是可能会觉得，哎，会卖照片哦，哦，会卖这种东西哦，哦，就可能会不太清楚这种东西，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个愿意去投资花钱下去的那个动力。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吃亏的点就是这一点。对，所以其实就算粉丝多，也不一定每个人也愿意，就是也不应该是说也不一定是每个人知道我们团体的经营模式，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去投资进去这个团体里面。对，这我就觉得自己有那个这个觉得自己有这个比较吃亏的点。对。所以这这有点，对，这有点，对，帮个你，帮个你，对啊，也不是说愿不愿意花钱的，就是他们有些人会知道我们团体的经营模式，有些人不太会知道。而且投票这个东西是也是很实际的去看票数，所以对，就是有点吃亏，可是也没办法，这样也没关系。其实对，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什么状况就好。然后我对，显你其实太优秀了 ，OK？ 啊，你知道太可好可怜了，我这一直要讲这种东西去鼓励自己。没有，我不是鼓励自己，我讲这种东西是只是想要讲而已。对 ，OK， 没有要哭，没有要哭，我这只是想就是讲很多废话。对 ，Andy， 特别是你很喜欢走心，我知道。好。对，所以虽然说数据这个东西很重要，可是除了数据，你也要看数据以外的东西。对，这有点，你懂吗？在座聪明的人都应该会懂。对，数据很重要，可是数据以外的东西很重要。阿勤，我见到啦，睇咗啦，我啱啱有睇嘅，你咪特登过嚟提我，真系黐线，笑咗，我有睇，对，就是，就是饭圈这个东西也是，蛮，就是我没有国顺那么了解，可是至少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对，对。大家都是用爱去撑下去的，谢谢你们，有爱真好，有爱真好，等等，有爱真好 ，yes， 我真是捏着的脚，还是再继续看体操比赛跟那个剑击的颁奖仪式。
我自己是我会从你们的角度去看饭圈，也会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饭圈，可是我因为我不是粉丝的关系，所以我不太清楚我们饭圈状况是怎样，不太清楚所有的比较细微的状况，就只能看个大概。可是大概我就知道也知道有一些问题所在，也知道我们当下需要解决的是一些什么问题。对，可是注意点没办法做到，因为毕竟我这个身份不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去做一些什么。对，迪大师啊，迪大师，我也边缘没事。我觉得这首歌还好，我觉得有一首歌叫《反对无效》英文版很好听。走音仔为止。If you can be right here。If you can be right here, can't you see? I think I never would. And I know that I never would. 哈哈，我很像什么桌球牌这个吗？我上一次直播也有讲过，很像排球。其实没那么大吧。哇，忘记我密码，请稍等。我回来了。苏打眼油，谢谢 Super Lucky 的玫瑰。哎，真的，我想说一件事情，这也是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东西。比如说，本来你很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好了，说显灵器好了，用我自己来做例子的话，大家一定不会说些什么。好，用我自己来
做一个例子，比如说显示器今天大胃王比赛，然后大家都很看好我，结果我大胃王比赛输了，然后大家就哦显示器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就可能会这样子。可是在下一届大胃王比赛第二届显示器赢了，然后大家就会哦显示器很厉害，早就说他行了，早就说他很厉害好不好，他很棒他很棒，那就有一点输打赢药，就是你输了他就算是水气你，你赢了大家就哦我就知道他赢啊，我就知道他怎样，哦他是我认识他，他很厉害啊什么的，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事情，一个东西。这很，我真的很希望尽量不要有这种状况。对，不管是我的粉丝还是怎样，对，我希望喜欢我的人都不会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太坏了吧，这太坏了吧，这有点不 OK， 这不 O 哦。这样子的话，你以后氪金抽什么抽不到烂东西哦 ，OK？ 所以这我觉得大家不要这样子，就是对，输了给他支持，赢了，那你就替他鼓掌，这样就好。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偶像，喜欢这个人的话，这样就好。对，重点一点，你输了我陪你，什么东山再起；你赢了我陪你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你赢了我陪你君临天下，对，没错，就是觉得人需要共同进退的，这不能有刚刚我说的那种东西出现，那种事情出现不行，输打赢药不行哦。对啊，这也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东西。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喝水了嘛，赶快去喝水，对，请去喝水。所以要做人，这就是人生。对，请去喝水，请去喝水，就是有些东西我知道我自己笨，可是有些人这是道理，这种东西我还是会明白，就希望大家也明白。虽然我知道大家很乖，希望四年后可以看到直仔在香港出战擂台，黐线！我出战擂台食波饼，有人说希望可以看到小弟代表香港出战女排，我想说我出战女排，我都只是用我的脸去挡球而已，就是哎呀，然后有一个防护罩在我前面，然后就那个球就直接反弹过去，那就这种感觉，对。这样行哦，这样可以哦。我会扣手，我会啊，我会。我会，好不好？不要小看我。要不要当羊？你们要不要当羊？你知道吗？因为脸这种东西，学习。除了靠脸吃饭以外，也靠实力吃饭。可是靠脸吃饭几率可能会比较高，所以呢，防护罩是必须要的，对。防护罩是必须要的，对。OK， 防护罩照我的脸。要不要当羊？Goodness, oh my damn！ 我知道这个歌好不好？吃那个汉堡包。哎，我觉得靠脸这个东西不能靠太久。
什么东西最吸引人，就是你的个性还有你的才艺最吸引人。可是我觉得个性是第一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喜欢我的个性的话，我相信我是可以走那个走不知道那就叫什么，还有真实真诚这个东西很重要。 OK， 叫你做人，底大事叫你做人，好不好？今天的主题是不能输打赢要，今天要爱与包容，给予鼓励支持。对，这很棒，这很棒，看到了。其实白衬衫真的蛮厉害的，好像大家都很喜欢白衬衫，对不对？对不对？而且那个衣服我特别去买的，我跟你们说，特别说，哎，我要穿白衬衫这样子啊，因为很多人都说白衬衫很赞，就是很喜欢白衬衫。其实我自己对白衬衫是我觉得嗯还好，可是看一看就觉得，哎，如果是这种衬衫，就是过长的衬衫。就是大家会叫这种衬衫叫做男友衬衫，然后对大家叫做男友衬衫，有穿裤子，我的裤子是灰色的，就是比较短而已。可是我是有穿裤子，不要想那么多啊。对啊，虽然没有拍到，不代表没有穿。对，对，这衣服是它本来设计是比较大，因为我在虾皮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去虾皮看一下，这你们可以看，哎，就是看到说它有你打男友衬衫，它就出现很多这种衬衫。所以呢，就想说，哎，好像蛮多人很喜欢这种白衬衫的这种风格，这种衣服，所以我都买了，然后就拍照，然后反正就没事的拍照。那你知道吗？我看到平安照片太好看了，我就想说，哎，我已经6天没有发文了，然后我看到平安发文发的那么勤，我就觉得，不行，我也要做点东西，然后我就，好啦，这决定是你了，就白衬衫，对。其实我有几张从衣柜里面拍出来的感觉，就是想，我本来是想打，哎，怎么躲在我的衣柜里面？可是想了一想，这太奇怪了吧，太可怕了，真的有点可怕，所以说不想躲在衣柜里面，就是哎，怎么躲在我衣柜里面？真的很恐怖哎，好不好？超恐怖的。幸好我没有打这个，不是没有用到那张照片，对。有点微妙，对不对？对，怪兽电力公司，你们把自己想做是怪兽电力公司就好了。你们把自己当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大眼怪、单眼怪，还有那个毛怪。对，躲在衣柜有点微妙，可是我可以发现洞，如果你们希望看的话。可是我没有录影片，是只有照片而已。对，是只有照片。那把伞忘记拍影片，还有手机没有位置。OK， 手机没有位置，得死，所以就没有录影片。OK， 主要是忘记。我们想当羊的第一个需要的条件是，首先你要脱窗，你愿意脱窗吗 ？OK， 不愿意的话，那就先不要当羊哦，先不要当羊。OK， 还愿意，包仔是愿意，不要啦，不要。他脱窗就好了，他脱窗就好，不要脱，先不要脱，等一下，太奇怪，代价很大，不要脱窗，大家不要脱窗，先去保护你们的眼睛，请喝水，大家，我倒数三声，我倒数三二一，大家请喝水好不好？请预备好你们的水哦，给你们10秒时间，10、9、8、7、6、5、4、3、2、1 ，OK， 好，现在要喝水了哦 ，OK， 见敌喝水 ，OK， 3、2、1，喝。水 ，OK， 不要脱窗，你们不行，不要脱窗，对，喝水冷静，冷静 ，OK， 又冷静，
不能脱长，他脱好了，他本来就长这样。对啊，虽然我是脱长，虽然我是脱长，可是我本来是这样子啊，我看很开，我看很开哦。见敌喝水。如果这只羊很难过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看开一点吧，没事的。”然后他会说：“我都已经看很开，还想我怎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拖成这样子是吗？啊？还要多开？要多开？你说，嗯？”好可怜呢、哦，他已经不能再看开，他已经看很开了，好不好？谢谢 Andy 的魔法棒，这已经看很开，看很可爱，看他真的很可爱。这只羊的故事是，有一天我哥生日，然后我去买了这个娃娃送给他，然后我来台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这只羊你要吗？”我就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哎，然后我哥就说：“你要吗？给你，给你。”我就说：“好啊，那我就带过去喽。”哦，谢谢，谢谢。耶、yeah, ，很可爱啊，超可爱的。他就是头大身小，他头超大，然后他的身是这么小，然后他四肢是挤在一起耶，不是被我捏太久，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么挤。你看到吗？超级好像香菇，这有点头大身小。你看，头超重的，根本没办法站。哎，天生脱窗羊，卖块面包，你们说面包什么啦？我这干嘛？我在干嘛 ？Minecraft。M-I-N-E-C-R-A-F-T OK Minecraft 可以用剪刀对它按一键，它就会变成一只没有毛的羊，没毛脱窗羊 Minecraft。 还有左撇子的羽绒，你说右撇子的陷敌 OK。你们要当羊了。Creeper 也不错啊，哎，我觉得网络上一定有卖这个，这个是官方出的。你们看。有歌推荐吗？最近很红的歌就是 Stay。 我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听的歌，除了 Stay 以外。对，不是那个 I want you to stay yeah, yeah, 那个人不是那个，是 Justin Bieber 那个哪个那个Supercut。 哇、wow、哦、oh, Jeremy Circus 听一下
最近直播导剧。我在看了，我在看了颁奖。好开心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开心。就算是骗我的，我也很开心。就是有人说，如果江嘉朗赢了，就买我手绢。就算是骗我，我也很开心。谢谢，真的，就谢谢你愿意骗我，我这个也让我很感动。哇，刚刚应该讲笑，讲笑，大家都好开心，那是开玩笑，可是我也很开心。梳毛、梳头，这很好梳。对，也是没有拿金牌，你们也买一对，我也很那个，很感动。哎，你们真的是用爱去撑呢，是不是很爱我？对不对？这边输一边输一边是不是很爱吧？这首歌超好听，天哪！颁奖时间，张扬，我希望他不会有那种中年危机，希望他不要。脱发，不要像洛奔一样，你知道洛奔吗？足球员洛奔，什么意思？什么叫中年危机？又解释？哎，我没有，没有，我没有，不是我讲的，他们讲的，你看，你看，他们留言，他们讲的。没关系，看开一点，看开一点，啊，没关系，没事没事，我先看开，好可怜哦，啊，对不起，是我讲，啊，对不起，好可怜，怎么办？等一下，哎，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我这样子讲太坏了，太坏，他已经看很开了，他已经够开了，我还叫他看开一点，这很抱歉，抱歉，抱歉，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太那个了，太坏了，学习太坏了，不能这样子对自己养 ，OK， 这个养自己疼 ，OK， 这里养自己疼，嗯哼，不是我讲，没事。哇，很抱歉，我不要这样子。忧郁羊吃小麦，哪里有小麦？对啊，反正是绿色的东西，就是小麦。你看，有绿色的东西是小麦，是胡椒，笑死！嗨，依婷。聊羊，羊啊，羊啊，羊公，你知道什么叫羊公吗？羊就是人字旁的，然后旁边一只羊的那个羊，羊公，就假装去攻击别人的意思，羊公。突然干嘛？突然讲羊公，白痴，哎。粉丝啊，不是有一个那个诗雅不是有个粉丝叫杨公公吗？杨公公，杨公公，杨公公，对，就这样，没事，就这样而已，对，就这样而已。
OK。哎，我前几天啊，我一直坐在这椅子，我就怀疑是不是这个椅子让我有那个我在海面上面浮沉的那个感觉，我一直很怀疑，然后就觉得应该是吧，一定是啊，一定是呢，一定是。你也觉得？对对对对对。糟糕，是阳公。对，阳公是个礁石。耶、yeah ！跟大家说说，说这个，这个椅子啊，真是哇哦！每一次进货的时候，它就被订光了。你们要订的话，赶快赶快下订，你知道为什么吗？坐在这个椅子上，有那个漂浮在那个海浪上面的感觉，它有那种也很就是。很便宜的价格可以买到这种 4D 的感受，你懂吗？你就不用去不用去那个电影院去看，不用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去看电影，你就直接坐在家里，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就那种 4D 的感觉， 4D 的感觉，懂吗？有时候呢，你看电影的时候呢，如果你从很高的地方掉下去，这个椅子也会让你有同样的感受，因为它的螺丝会突然松掉，然后你就会掉在地上，没坐这样子 4D 的感觉，啊不是。快 5D 了吧？对 ，5D 的感受，赶快下定下定，就是这里是网路网路，那网址那个我是网址那个连接啊，然后去订单这里这里，赶快去订啊！就刚进货而已，很快才100张，赶快去订单，下定！哎呀，我已经收到50个订单了，我赶快去买。5D 的感受哦，5D 的在家里哦，不用出门就可以让你感受到。我真的感觉哇，这椅子啊，不贵不贵。外面呢，你可能看一场那种 4D 电影啊，可以200多、300多块。这个椅子啊，1000块，让你在家里无限去看不同的电影，它还是会给你不同的 5D 的感觉。OK， 所以呢，它就下定，卖光没了。OK。推荐你们看那个少年拍的，那个是什么电影？哎，忘记，不知道，反正那个电影，对，不是男主角不是飘在海上面吗？就坐在船上面，哇，坐这椅子让你完完全全感觉到男主角的感受，飘在那个船上面，有没有？哇，有看到吗？我已经在浮沉了，哇！哇，那个海浪，哇，整脸都是那个海水啊，哇，等一下，那个风，有只羊在这里，羊在这里，可是摸不到它，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吗？我都是 4D 啊 ，5D 啊，视听享受 ，OK， 视听享受，所以呢，来去下订单，啊，就没了。嗯哼，你知道这店叫什么？迪大师之魔法店，迪大师之魔法店 ，magic，magic，magic， 懂吗 ？magic， 哇哦，魔法店 ，OK， 赶快去下定，这椅子。很便宜，1000块，便宜。哎，我这个也可以卖给你哦，我要换一个新的，我可以卖给你这个我做过的，二手价，多少？850，对，850，对，很赞。嗯，锤椅子，附送一个。一根头发，那根头发是我不小心粘在那个椅子上，哇，真香！赞哦！刚看完这个剑戟的颁奖仪式，我的
鼻水都要快漏出来，太猛了！我先擦一下我的鼻子。哇！哇哇哇！那海浪吹到我的鼻子，流鼻涕，流鼻涕。哇！所以呢，在家里用这椅子的你们呢，就是要小心啊，穿一件外套。不要看那么风那么大的电影，最好看那个 Tom and Jerry， 对，看 Tom and Jerry 都可以了。那个刚好刚好，刺激刺激。OK， 这样呢，推销大师会不会很突然？对，我的思想跟你们就是很跳得快，对，没错。无价无价，啊！但好喜欢我的脑袋，太爱我的脑袋了。耶、yeah, ！谢谢大家。在刚刚的那个短短的十秒钟，擦鼻涕的十秒钟里面，我已经把货都寄出去了。如果你们收到的，记得要按那个完成交易哦。那个在吗？OK， 我等下也要继续看体操耶、yeah 欸、好像已经结束了，对，好像是要是没看，没有看到，那我去看那个结果，五星评价，五星评价，一大师是魔法店，对。我要念排名了，大家，我要赶快去让我的声音休息休息。刚推销的太用力，你知道吗？太用力了，有点费神，费神，费神，你知道吗？费神。OK。现在第二十名的米卡，谢谢米卡。现在第十九名的加波猫，谢谢加波猫。现在第十八名的班江，谢谢班江。谢谢第十七名的怡婷，谢谢怡婷。现在第十六名的抓猴国王太子小勋，谢谢小勋。现在第十五名的尼哥，谢谢尼哥。现在第十四名的侯颖，到底侯颖。现在第十三名的 Sam， 谢谢 Sam。谢谢第十二名的勇哥，谢谢勇哥。谢谢第十一名的 Brian， 谢谢 Brian。谢谢第十名的小叶，谢谢小叶。谢谢第九名的玉安，谢谢玉安。谢谢第八名的博成，谢谢博成。谢谢第七名的 KK， 谢谢 KK。谢谢第六名的小光，谢谢小光。谢谢第五名的重新出发解成，谢谢解情，解成，对不起，解成，等一下。哎呦，加推，不错不错，赞，小心很大。谢谢第四名的企鹅，谢谢企鹅。谢谢第三名的李猫头，谢谢李猫头。谢谢第二名的 Andy， 谢谢 Andy。谢谢第一名的 Joe， 谢谢 Joe， 耶、yeah,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肯尼，耶、yeah, ，大家一起见证开心的时光。谢谢 BD 的枫叶，嗨嗨嗨 BD， 嗨 BD， 我今天还没有跑完 Daily Mission， 然后我等一下要去跑，对，直播。辛苦的家，感恩的家，谢谢大家陪我看，奥运。我刚刚差点说谢谢大家陪我看捷运，哇，好幸运，我就把
捷运这两个字收回去，然后马上说奥运，因为大家陪我看奥运，太白痴了，我怎么可以说看捷运？哇，很猛，佩服我的嘴巴，也佩服我的脑袋。可是我那脑袋被我坐着，我现在把我的脑袋放回去。OK， 嗯，奥运很棒耶。可是奥运的足球都没有那么好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明年就世界杯了，世界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赛事，就是足球来说，世界杯跟奥运，世界杯比较重要，所以大家就是都会留一些主力啊，还有比较强的人，就是留在世界杯的时候踢，所以现在其实奥运的人就是比较像是没有那么激烈的，对，没有像世界杯那么激烈，再加上球季快开了，新球季，对，快开了，所以很多球会啊都会把球员，这主要的球员啊留在自己的球队球会里面，然后就是让一些比较没那么强的人去踢奥运的比赛，对，是这样子，没错，所以呢就没那么刺激，对，相对来说，对，没错，再加上其实有年龄限制的关系，像那个安巴比这种比较厉害，很 top 很厉害的人，他们都会留在球会里面，就是专注在球队的球技的时候才去踢。世界杯有薪水，当然是有啊，可是那是因为他就是有一个新那个以前的教练回来了，对，所以以前的教练回来，当然就是2014年的那个助教他回去德国队去教，应该是会回去德国队去教球，所以是蛮有希望，可是我也不敢说，因为我就很怕会雷到我喜欢的对，所以我就先不说，我现在的目前为止我脑袋里面的足球的资料还没有更新到最 top， 就是最新最 update 的，所以其实我也不方便去讲一些我对足球的看法之类的，可是我只觉得奥运我比较喜欢看体操比赛，还有射击比赛也蛮不错的，还有什么游泳也好看，然后拳击类的那种我都比较少看，像跆拳道啊，还有那种自由搏击那种我都没有特别去看，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推荐什么样的比赛可以就是让我去看看也是可以，对，跳水也很好看，跳水超好看，跑步也很精彩，超级精彩，对，跳水比赛也是一个很触目的比赛吧，对，我对棒球还行，棒球大家可以多去关注一下，可是因为我对棒球没有很认识，也没有到很非常大的兴趣去看棒球比赛，所以其实我对棒球真的是还好，对，最喜欢还是足球跟羽毛球，不是足球跟排球，第三是羽毛球吧，对，是这样子，如果我关注的奥运球赛的话，有听说手球也很好看，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手球的部分，对，我是蛮喜欢棒球队的啦啦队，对，可是棒球还是没怎么看，谢谢慧香的御饭团，射箭很好看，对，乒乓球有点就是桌子很小，可是人站的超远，就哈哈哈，是很猛，对，手球很好看啊，这次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有那个排球，男排很好看，男子排球很好看，可能是因为男排，我觉得他们的那种球的那种杀伤力很高哎、欸。可是因为男生的关系，可能力道他们也需要控制一下，不然很容易，哎，发球的时候会出界，对，就有一点很容易打出去，然后就很亏，所以就有点难，对。那当然也我也知道，大家也会特别关注在美女方面，美女我知道我也有关注美女，对美女。因为很漂亮啊，这个足球员很漂亮啊，哎，不是足球员，对不起，运动员，女生运动员很漂亮，这有几个，对，就是新闻也有报道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没错。好，我要关播了，大家，今天要好好睡哦。我每天都会努力睡觉，对，我有努力睡觉，可是没办法睡那么久，是这样。体操很好看，对，体操大家可以去看看。男子竞技体操好像已经结束，对。这是会像魔法棒，拜拜依婷，拜企鹅，拜鱼，拜红藤，拜小叶，拜 boy boy， 你知道吗？有些字。连在一起念，这超好笑的。像谁起 ，boy boy， 还有什么？谁是三个字的名字？我要看，我看一下。看小子，摇头，谁起？对啊，好，够了，谁起？很无聊。OK， 我关了，我早点休息，大家早点休息。然后赶快洗澡睡觉，明天就是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然后希望大家明天就是开心，每一天开心。好，下咯。睡觉是很影响很多东西，真是。我觉得我有失眠症。我没救了，大家怎么办？可是我不想吃药，吃药会上瘾会越吃越多，就对身体不好。好了，先这样 ，peace out， 耶，拜、yeah, ，拜。